主使枪击马拉拉的神学士领袖遭美军空袭击毙。美国军方证实，激进组织神学士的巴基斯坦的屈德秀法兹鲁拉 Mullah Fazl Lullah 已在美军和阿富汗15日的联合空袭行动中丧命。法兹鲁拉曾主谋2012年枪击倡导女性受教权的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尤沙夫塞。法兹鲁拉藏匿于阿富汗东北部毗邻巴基斯坦的库纳尔省，在空袭中被击毙。巴基斯坦政府追击他多年，指控他策划多起恐攻。2012年10月，神学士派人拦下马拉拉放学乘坐的校车，对他的头颈部开枪。马拉拉送医后保住一命，被转至英国治疗，之后留在英国求学。201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。